家里面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该属于人养的，它不像鸡啊猪啊那些了嘛，本来就是该在大山林里面长的东西，现在喂它那么多年嘛，喂它十多年了，也就给它直接那个放生了是最好了。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嗯嗯。哇，这哪能干？不是的，是啊，晓不得。对，刚刚才吃的兔子啊，应该。我都好干了。你多有多干嘛？